全国心智障碍者亲子运动大会圣火传递活动第十站来到新北市，由唐氏症的小朋友大跳喵喵喵 Mix 舞蹈开场，打破一般人对于唐氏症的既有印象，孩子们认真起舞，台下掌声不断。对于心智障碍者运动大会的举办，理事长林振霞特别说明其中的意义。身障碍其实运动来讲对他们事实上很重要，因为他们透过所谓的运动，那可以让他们更有信心，那透过运动其实可以让他们表现更多的一些才艺。这群年纪不到5岁的唐氏症小小朋友表演的梦想专卖店舞蹈非常逗趣。为期10天的圣火全台传递活动由嘉义传到第十站的新北市，之后将传回到嘉义，象征生生不息。现场也点燃圣火，象征圆满成功。台湾情报记者陈医生郭根儒采访报道。